一个，两个，直接做两个出来了，各位观众。来了，我们做大量的铁的东西了。来来来，这个继续烤，继续烤。这个鲨鱼感觉到不妥了，它游着的时候，之前好像牙签在刺我，现在变了针。不要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怎么？啊？之前啊，刺它三下它才走，现在两下。你又是一个了，来看一下铜钉可以做什么，放上去研究。电池啊，高级的烤架，来铲子，铲子拿来这么嗨呢？铲子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可以弄什么东西。还没有弄出来的这个高级的烤架，各位一次可以烹饪几种食物，还有这个咯，固定船的，这个一次性用了一次就要丢，这个呢可以一直用。Nice。中咯，中还没有弄出来了，过后涂料厂还没有弄出来，有一个高级的煮水的，好像是不是？高级进化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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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高级进化器来来，我们学那个高级进化器先，玻璃打下来，嘣，给我回来，高级进化器学学习。Tomorrow。我这里有桌子哦，可以送我吗？OK， 刚刚我们在那个工作台哦，学到的东西呢，都要弄出来了。哎，这个钩子可以弄了，各位，可以弄这个钩子，可以弄鱼竿，钩子，铁钩子，这可以丢了。讲真的，这丢了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好，木的丢。Yes， 铁的比较耐用的 ，Let's go， 还有嘞，还有嘞，啊，铁鱼竿，现在我最想弄的一个东西就是净化器，各位。我们再去挖，我需要大量的资源的了，我怕不够啊，有一天你知道吗？这个岛下面有没有东西可以挖的？应该也是有的哦。这个丢过去那边，我们用铁的钩子去挖东西，第一次。难的，没有东西挖了喂，烂猫啊！来，看看，会不会挖比较快呢？你们觉得？看看，哇、哦，超级快！你看，我懂为什么要升级了啦！你看，你们看到那个分别吧？那个速度，超快了。它不是快一倍你的吗？快两倍啊 ！Holy shit! Oh my god! 哦，准备，它在哪里？我看到，我忘记了江鱼仔的存在，你懂吗？几公里爽快，快哦，快哦，砍东西砍到！去砍树，去砍树，对，我反正都需要木嘛。Right, come here, boy.斧头开爆了，各位！哎，他不在了。哎，他有不在的时候了没？嗯，你不是很 ？OK 咯。哇，你一直在耍存在感啊！现在啊，西北鲨鱼头我要这样多就么？送我都不要，你懂吗？海草，海草。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啊？你以为我真的怕你？别跑嘛！OK， 不要跟他 block。Guys， 净化器应该 OK 了，我觉得。哥。为观众净化器，要六片塑料哦。So high bad bad 哦，这些塑料真的。这里了，我要搬位置了，我决定了，各位。菜，这里我打算烤东西，
这里放两个了，两个去烤这些，暂时先放这，过后高级净化器放这里了。这里还是用那个环保的方式去烤水，不够亮呢，整两船。现在我要放多一点点的灯炉吧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然后盖，这里也是可以放的，这里也是可以放，各位，这里放一个了灯炉哈 ，nice， 这里放一个，看到。And then 这里也放一个咯，嘣，然后这个要换一换位置了，各位。All right， 我需要更多的箱子，各位。Another one，这里又有倒了啊！看一下先，我们观察观察那些东西，没关系吧？忽略这个倒先，没有办法，你是停倒又用到鲨鱼饵，又用到那个停船那个东西。所以我想一想呢，还是省一省，集中弄多一点东西出来先。各位观众，第二个 fuck 不够啊，不公布啊，现在反而，哇，那声音都比较爽一点了 ，fuck 出去那个声音你们听啊。哦，第二个高级净化器，各位观众。All right, all right, all right. OK， 再看。现在好像一刀一个哎，那些有动物的岛啊，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是吗？一定要用，哇啊，用肉眼看不到的是不是有动物的岛？一定要用那个雷达哈、哦，要弄这个东西出来先，各位，就是这个东西，附近无线电信号啊，这个呢，这个可以烧到附近有岛，要那个东西先才可以遇到动物。总之放下去先。Nope。哇哇，你都吃啊现在？鸡腿脑，鸡腿，鸡腿脑。第三个净化器，好了，高级净化器，各位观众。咚咚咚咚。Alrighty。为什么我要把我的煮水的东西从这边搬过来这边？因为我要容易搅滑，我要搅滑，这里装，这里倒，这里装，这里倒就快了。净化器多倒几杯水进去，可以的呗。那个净化器是哦，可以装大量的水了。看一下可以装多少先，两次，两杯，三杯，四杯，完了喂 ，I get 到了，我现在 get 到了各位 ，OK， 大盆栽是拿来种什么呢？我研究一下大盆栽先，看一下这些种子先，哪一个哦，我可以拿来种，不能种西瓜，马铃薯都不能，奇怪了，可以种芒果，种。大盆栽可以种芒果放上去先哦。OK guys， 再看一下了，再看一下还可以弄什么？今天这个 later。Oh my god guys， Oh my god， 我不可以放在这样上面，一定要放在下面。这样我特地要盖多一个范围来放它了。我不懂它这样大的，它其实是蛮大一下的。这里啦，这里快大一点点啦。我有时会忘记我的收集碗，我有收集碗。盖是个鸡背固定的东西，可以快快出来吧？为什么不让我放这里啊？为什么可以放在这里，不可以放在那边？它要放在地毯的地方吗 ？No！ 未来，未来 ，OK， 原来是这样。现在有时间继续烤东西先，我觉得不要让熔炉停下来了。现在三个高级煮水的啦，来啦！on 了烤架了，一次可以烤几种东西，你懂吗？一个，两个，直接做两个出来了，各位观众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这些，哎呦 ，out 了了哈、哦，蛮大个一下，这个完全就是哦，哇，你直接在我的附近啊，现在啊，家里开派对那种烤 burger 那种东西，这里一个。高级烧烤，要吃吗？过来，嗯，烤一片，然后马铃薯，哦，它应该是要看大小的啦哦，烤两样不了没？哇，这条大鱼来的，我现在才知道这条是大鱼来了，破那个盖哦，给它大概大概这样子咯，小的东西可以放多的，这种就放一样咯。芒果树有收获了，各位 ，OK。不错不错，好吃好吃，烤土豆啊，果然高级一点，烤出来都有高级的味道。留只海鸥腿给我，难嘞。
更新一下今天的进度，我已经呢把所有的武器 upgrade 了，钩子用铁，矛用铁，斧头用铁，鱼竿用铁，煮水的净化器啊，各位变成环保的，就是高级净化器。我种了芒果树，我们的那个烤东西的那个东西啦，也是哦，高级了现在。还有，我已经放了这个，这个是哪里给我们停船的？是不是？来固定我的木筏停船了。这个呢需要地毯，所以我弄了一些地毯在它的底下，然后弄多一个桌子咯，因为我有太多塑料了，没有办法啊。还有灯笼哦，周围加了一点点哦，这里有灯笼，这里有灯笼，角落有灯笼这样子，然后这里也是有楼梯可以上啊，所以这里可以上，这边可以上，还有这里也是可以上，上去第二楼，第二楼暂时就这样子咯，我不懂可以做什么，放箱子，放熔炉，放一个那个放象棋呀、yeah, that's it。下次再上到再想要做什么 ，OK？ Alright，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影片 ，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想要看到更多，留言跟我讲。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先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，Let's fucking go！